我们的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国旗方阵，还有原旗方阵，还有我们的中国龙方阵。 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前面引路，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。国旗的颜色呢，象征国面革命。国旗上的五星代表民族大团结，让五星红旗走在各方队的前面，标志着党的人民把祖国放在第一位的爱国情怀、为国争光、为国添彩。紧接着是我们的元旗，还有我们的中国龙。